shake 啊、哦。真的是啊、哦。哎，可否喂食？哎，店长亲喂。观众朋友最想知道的就是说，就是你大概几点几分会在店里，但是穿这样。对。你们什么时候来？哇塞！哇塞！是什么？什么衣服？这个衣服快穿！你这个是大姐，你这没解脱。这个大姐大伟，大姐放。站吧，站吧，等我们视线。你哇，还有。那我们请问一下，你的三围是？32H23 34 H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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应该要解放。他是开牛肉面店的，你看牛肉面有钱的照片了。这就是鹏哥讲的嘛，对对对，这我讲备料，这个角度嘛，就变性感。那下一位，哎呀，弄这个弄什么？猪脚肉的，水饺馅。哦，水饺馅，水饺馅，哇，整个馅进去，嫂子包饺子，馅进去的部分。嫂子好吃还是饺子好吃？对对对，哇。夹子中的部分，是那个肉包夹，对不对？哎，你那个裤子是怎么一条一条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钢琴的袜子。哦，钢琴的袜子。不是你钢琴丝袜，卖牛肉面穿这样。嗯，你是卖牛肉面还是牛肉肠？卖肉的。卖肉的，卖牛肉。请问你的店在哪里？在中和。妹子当初怎么会来做牛肉面店？对啊。不小心路过，然后呢？路过看起来还要顶店了，我就把它顶下来。啊，真的，这么容易啊？不是不是，还是要看你太辣了，我的店都给你。不是这个，还是要会煮才行啊。老板有教，顶店的老板教你技术转移，手把手的教你。顶一个店要多少钱？你怎么随口袋有这么多钱？他是路过就顶下来，就随手。没有啦，没有，他应该是让给他。其实饺子馆还好了，真的吗？那种比较有规格的大餐厅就要商量一下。对，小吃店比较对比较压力没有这么大。对对对，你这样子煮面啊，这样子煮会不会很多客人来就一直盯着你看？不在面。会啊，一定会啊。那你个人什么感觉呢？随便啦，反正漂亮嘛。反正每天都是这样，每天都当看一点当方便面。我们这拿你没辙。你每天都大概穿这样子的衣服在卖面？没有，我看心情，但是大部分都还蛮辣。那你什么时候会穿这一套衣服？主题日吗？还是？哎，我也不知道哎，上次有穿过洗碗，穿这样洗碗，穿这个洗碗，穿这样洗碗，然后路过那个，在哪里洗碗？就我们店外面，穿这样洗碗，洗碗，洗澡，穿这样洗澡，没有啊，我觉得。我觉得 OK 啊，时代不一样了，反正能让店里生意好，对不对？是，对。请问你们店内吃完面中风过的有几？但是吃完面不想走的很多啊，越吃越上瘾。你送一碗面要10分钟啊？为什么？大家都会想拍照啊，就是哎，不好意思，大萌妹子可以合照吗？哎，就是二桌说我也要，我也要这样。哦，拍到那边送到那边，面都凉了。当然了。声音有正面跟负面，啊、有没有负面的声音出现？有啊，很多啊。讲什么呢？就是你就只会卖肉啊，你要靠这个方法才能让你的店生意很好之类的。怎么样？牛肉面没有肉，没关系啊，生意好就好。对啊，对啊，真的。而且你没有办法吸引他们过来，没有吃过怎么知道好不好吃？真的，对啊，卖肉又不是卖身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而且这句话怪怪，卖牛肉啦，卖牛肉。老板娘说实话啦，我们第一次去吃，如果不正点，以后我们也不去了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说我们去只是为了看你的身材，甚至负面会更多。是的，就是他觉得哦，东西这么难吃，所以他很有自信。有没有男朋友？现在没有。以前有没有？之前有。他会不会有意见呢？对啊，你这样子。会，而且每一任都有意见。当然怕了。没有开店之前，我就是这样穿了，所以就每一任都触礁。可是没有开店之前这样穿，可能人家觉得很性感，干嘛干嘛。那开了店，开了店以后。开了店我们刚刚看那个照片，是你夏天的服装吗？夏天的服装。那现在天气冷了，你呢？我就当肉粽了。哦，要包起来。所以冬天生意会比较不好哦。生意比较不好，可是因为大家都会想吃羊肉卤啊、火锅之类，就比较不会想吃牛肉面。那你就卖羊肉卤吗？
羊肉炉其实不难做，是羊肉。那他又要去顶另外一家店。他同样是面店嘛，羊肉跟牛肉到处顶来顶去。你做多久了？现在开店两年了。哦，两年了。两年了。现在应该做出心得了吧？现在不错，还蛮稳定的。是。就是到最后会来的还是一样是周围地域性的老客户。那你家里面会有意见吗？不会，还觉得棒哦。啊？刚上新闻的时候会比较不开心，因为他们。家人会看到下面的评论嘛？对，就觉得哦，为什么我家女儿要这样子被人家批判？哦，你说酸民啊？对对，酸民不用，就会很生气。那女客人会不会有意见？有，之前还遇过外国人跟他的女朋友，然后一起要来，就是一起点餐哦。然后出来的时候，女生看到我，然后就瞬间就拉她男朋友走掉了。啊，他们来错地方了。没有没有，他们可能。可是她男朋友还蛮常来吃的。那对情侣已经感情不好。真的吗？我看他们手牵手一起过来。不是啦，我说凭良心讲了，我们今天男生看你这样子，我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如果是真的，我 OK 啦。你这胸部如果是假的，这样穿就不行。他这样应该一定是真的嘛？真的啦。可是如果是刚走过来的那个啊啊，你观察到，对，是自然，对啊。二哥眼力胜。演艺圈最常看人家胸部就他。哦，开玩笑，胸部王，对，连对戏都这样。其实没有表情了，就是呢，我脸在这哦。对，那是因为高。希望你那个高朋满座，好，好不好？越做越好。会的，好，好，谢谢你。我开那个珍珠奶茶店。奶茶店呐，珍珠奶茶，对，珍奶，对啊，对。名字叫牛奶儿啊。然后你开珍奶，珍奶姐妹花。啊。哎，这是网上网络上多火啊。因为我们是两个姐妹一起开的，啊，今天可以现场看她做真奶是吧？对，来六杯，来六杯，好吧，来，真奶姐妹花，对，太棒了，你看这个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叫 IP， 人家一看灯电灯泡，对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为什么有大泡？哇，好大，那个霸王杯800ml的，就是可能有些人。显哥，给他解释一下，给他解释。因为有的可能是寿星啊，然后可能他朋友订给他的，所以我们有寿星霸王杯，或者是你今天是主定者主揪，对，然后主定者我们可能类就给他大的，对，大的。哦，对，然后加量不加价，这一瓶才卖100块，然后工钱就不够，那这个成本一定很高。对，而且我们是选用那个台湾茶，嗯，对，现场来摇一个，现场摇。Shake， 现做，现做。Shake 啊，对，真的是啊。哎，很专业，那个架势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我这样现场喝好有 feel 哦。而且你现哥，你那个位置本身是摇滚区。哇，哎，连线那个吸管都是长的。我的，可否喂食？哎，店长清胃。我，你喝就喝，清胃你喝奶，你喝就喝。对，不要翻白眼。那个脸好像，好好喝哦，真的对啊。哎，你现在松咖呢？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茶。这个茶是很好喝，很好喝，因为你们这个茶的茶香都有出来。因为一般普通都是用茶粉泡，对，我们用茶叶，这个可能是真的是茶叶。今天来大货，谢谢哥。节目可以介绍酒店。快跑出来了！对你穿这样，我太久没回来了，我这太兴奋了。招待大客了，来，我们看看他酒店的装潢。哇，真的卖酒了，卖酒了，没说错。我跟你讲，这种我最喜欢，这种小霸，对，这种霸是最正的。我们是走那种小巧可爱、热闹的感觉。我跟你讲，他这个别有洞天。嗯，那面墙后面还有一个包厢，包厢隐秘。你怎么知道？有帘子。洪哥去过。捧场过，你装吗？谢谢洪哥。没有，不是我装好，因为那次拍《角头二》，里面那个周兆龙来。周兆龙，他说他晚上没地方去嘛，我说带你去吃饭。我说有一家店，就是 Yui 的店。对，非常谢谢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不错，他这个你看，他不要看这样哦。哎，他这个啊，哎，一夜都是梅花座，一男一女。联谊就对了。店很棒啊，这店。一定要做这种连结。那你当初为什么开类似这样的店？因为我很喜欢吃东西，而且我很喜欢热闹，想跟朋友可以聚聚，
没有错，喝三杯。爱喝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能在店里面戴墨镜的，我跟你讲少见。这是个搭配，这是个造型。老板戴的，对，造型。而且他那个牛肉是最好的。哎呦，我们牛小台。生蚝了，牛肉了。哇。龙虾，高档食材，这么贵的食材卖这么便宜，食材是坑来的。不是啦，因为我们还是那个彭哥那一摊其实是有沙皮薯。彭哥的当然是有沙皮薯，但是我们的食材是我们股东他家里也是牛排系列的，所以我们做肉食材是可以成本有降低一点。这种店最厉害。对，观众朋友最想知道的就是说，就是你大概几点几分会在店里？但是穿这样，对，基本上我会在店里，但是不太可能穿这样。那啥，干啥？哎，寿星什么诱因去吗？对啊，寿星啊，寿星当天有没有什么？我寿星的时候我有。没有穿老顾客啊，老顾客吗？吸引跟客人上门啊。你们什么时候来？我开到这。不过他那个吧台坐的真的很舒服，嗯，哦，他小小的，他那个位置很松，椅子坐起来很舒服。一个人去，两个人去都很舒服。对，很适合两个人去小桌。那你们营运到现在有没有遇到困难过？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营运的时候，其实牛小排是我们主打的，但是每个人可以接受的那个生的程度不同，所以在试营运的时候，遇过客人就是菜上去他觉得太生了，他就把我们的员工叫去骂了一顿，然后甩门不付钱就走了。啊，他是没带钱嘛，他吃完了对不对？他就吃了两口，然后就说太生了，那我们要帮他换，他也说我不要，然后就甩门就走。故意的，对不对？故意的。但也同行的啦，同行难，哎，同行难乱，好险好险好险，就一直跑。因为那牛肉太好了，你知道。但也因为他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有改变了一下我们做的方法。我们本来是一整块进去烤。然后再煎，我们现在是先把它切块，然后直接煎，比较费时，但是变成我们每一片表层都是非常的酥脆，是比较可以掌握，对，所以是变得，而且他们有一个服务很好，他说这个希望在几分钟内吃完，要不然牛肉冷掉了，口感就会不一样。是，刚刚讲到跑单，有通告艺人去你那里跑单，讲出来，讲出来。那天的情况，够惨，吐了，忘掉。那天情况是这样，好想认识他哦。就是店长一直打给我说，哎，有艺人在，然后他们一直叫你赶快来。可是那天其实我没有去，他们从晚餐打到12点多，真的是不行了。我想说不行，我还是要去一下。就一去到现场，其实就剩下三个人，两个醉醺醺的女的，和一个清醒的杨升达。就是你，对，我当天也在现场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就说，那你跑单啊？没，我在现场跑，他在现场没得跑，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他们有点醉，想说，哎，那不然升达赶快带，赶快带走了，走了，对。然后店长突然出现说，那个，哎，尤以就是这一桌还没买单。我讲什么还没买单？那就怕跑单。已经来来去去很多人了，因为不止他。对，那天已经很晚了。然后朋友基本上来来去去，就基本上留到后来的几个人，我也都不认识是谁。我问你，谁开的局？谁约你去的嘛？那蛮久之前的。因为我也是第二套第三套才去到那边，你忘了？不是我的意思说，谁第一个？谁主揪？对，主揪在这里，你也不清楚是通告艺人吗？还是不是？我猜是没啦。我印象中有看到通告艺人，所以你也不知道谁主揪。你们应该知道谁嘛？讲出来嘛！不要恶劣的行为。的过程中，他说他要小便，然后就小便。哇塞！尿遁，尿遁，传说中的尿遁，出现了。胆小真的，所以我们要提防跟他吃饭。对，对啊，因为我必须表扬他，因为我就说那个，对啊，两个女的很醉，我也不认识，我说那个升达，你就要扛啊，这一摊还没，对，他把那两个女的扛回家了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升达这摊还没付，然后现在就说，不然这样，那我付好了。本来就是啊，我觉得哦，有点 man。大概多少钱？大概多少钱？2万多。哎，哦，哎，都聪明的。嗨，欢迎，欢迎。对，来，请看照片。哎，好可爱哦！你眼睛会不会太不科学的大颗？是眼睛吗？还是修的太大颗？来下一个，还有，对，你都喜欢穿这种哈？对，前面开 V 哦，好可爱哦！哎，来，哎，不是有一张洗澡的吗？在期待那一张。哎，来，请教一下啊，哇塞，这个这套衣服，你平常都这样穿吗？
服侍老板娘，服侍老板，上班的时候，上班上班上班的时候。OK， 那你这套衣服去聚餐引起人家情侣的吵架？就是她男朋友每次可能看到我穿衣服，他就说，他觉得我穿的衣服，他很喜欢我穿的衣服的品味，直接在当众，然后就说他女朋友穿的不是很好看。怎么可以这样？哎呦，这样失礼，闷在心里就好。如果说这种讲话不可能这样讲，应该说，那我们下次去他店里买衣服啊。对啊，就好了。他后来之后，女生就直接到我店里来，然后就说要我身上的那一套。哦，对，然后就直接买了。然后那天你就裸体回家，货太少了吧？你身上那一套，不能穿别人的吗？你敢穿这个衣服吗？那可以啊，那还好。哎呦，你我这个后面空的，你不要再解释，去证明自己。导演那么多了，你开始 Q 他是什么？你还记得？我这就抽你。你们怎么样？激动，激动，激动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我没有男朋友。没有男朋友。有没有男生追你？应该是。那没有打动你的心？没有哎。为什么？来，两位。他这么寂寞，撩，好，尾气，好。你有没有听过那个俏皮造句法？没有。就比如说历史来造句，用俏皮造句法就是我今天很没力，使不上力，很没力，使不上力，这样历史这样啊，白痴造句。對對對對，没有嘛？这种应该是这历史长得很正。哦，这样也可以。你是俏皮造句法，好会用哎，你超俏皮的。对啊。然后现在有一个更厉害的更厉害的这个俏皮的造句法，好了，快点，一样是历史，快点啦，就叫做历史 is a book， 历史 is a book， 我们听得懂啦，可历史不要再说了，原来是因为不好笑才沉默的。曲哥最近变很严格，很严格。曲哥讲个笑话。对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笑话。不要脸，笑话舞台不是谁都可以站上来的啦。啊，该你。好，该我。你知道大雄啊，小叮当的大雄，你知道他是？这个不行，换一个。怎么？为什么？还没啦，小叮当的大雄啊，你知道他是信什么教的吗？不知道。他是信道教的。小叮当的大雄。对，他是信道教，因为大雄喜欢静香。很近一下的，很可爱耶，他笑了。那你是不是不管怎么样都会笑？没有，没有。可以，大学喜欢静香，很好笑哦。好笑啊。OK。还有静香团，静香团。不要一直强调要接。他懂他懂。静香团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上国光，人家攻击你啊？对啊。攻击什么啊？你怎么了？你有打我们吗？没有啊。攻击哪一方面？那时候我有 po 文，然后后来之后就是可能穿着比较性感的衣服，也是一样，就是展示的衣服，然后就有人在上面留言说，你动不动就穿就是这种露胸的衣服，然后叫我们这些上班族怎么穿？你们上班就上班呗。对啊，蛮乖乖的啊。对啊，你下班再穿就好了嘛。对啊。那上班穿这样去，这大概就被怎么工作被犯了吧？变秘书了。对啊，刚好那天老板娘又来了嘛，老板娘，你们老实通通滚！不要理他们了。就上我们节目以后，有些女性攻击你，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必要。就是不要太在意。每一个人都是快乐的嘛，我们也是带给大家快乐，何必要攻击？穿这样世界多美好啊！对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喜欢哪一种男生？上次问过是就康哥那是啊，对啊，霸气的。好，心更丑。OK OK， 给你逮到了。这个希望这个有一个真正的男生真的来，保护你，然后那个爱你这样，希望你这个生意兴隆。